敬爱的上人、常住师父、师兄师姐们，大家阿弥陀佛。秀琴是三重和气二法号名字，非常的欢喜感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《无量义经德恨品》的第七小节，聚共同生说记赞言。第八小节是大灾大悟大圣足。现在请合掌恭诵经文。尔时，大庄严菩萨摩诃萨遍观众座，各定意已，与众中八万菩萨摩诃萨俱从座而起，来意佛所，头面礼足，绕百千匝，烧散天花、天香、天衣、天璎珞、天无价宝，从上空中旋转来下，四面云集而现于佛，天厨天波器天百味，充满盈溢，见色闻香自然饱足，天床天凡天现盖，天庙月具，处处安置，坐天祭月，娱乐娱佛，集前胡贵合掌，一心聚共同生，说记赞言，感恩。那我们先恭敬聆听上人对这段经文的开示，虔诚敬仰心，不断向佛求法。音控菩萨请帮忙。起机者是大庄严菩萨，在向佛陀请法之前，看看大众都坐定了，就接同之前提及的八万位法身大士，做了一场殊胜的礼敬和供养。其目的之一是表达虔诚的礼敬，至诚归依，因为有恭敬的心，才能真正受持到殊胜的妙法。另一作用是庄严道场，令与会大众的心境因为庄严美妙的气氛而收摄专一。人古早人一句话讲：食甲老，学甲老，甚至呢，学甲最后一口气，还阁学袂完呢。何况讲，咱发大心嘛，咱要来度尽一切众生啊！咱必定呢，爱向佛不断求法，你们不断向佛求，迄、那个道理，咱都爱起虔诚敬仰的心，一心。这一段大菩萨众对佛陀的礼赞文还另有更深一层的意义，那就是将佛陀圆满成就的极致典范详细地描述出来，让大众可以领会敬仰而心生效法。好，感恩上人的开示。其实殊胜的礼敬跟供养，它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表达虔诚的礼敬跟至诚的皈依。好，在咱学佛的路上，虔诚跟至诚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因为有恭敬的心才能够真正受持到殊胜的妙法。上人给我们人跟人之间对待的五个字，这五个字是什么呢？感恩、尊重、
爱，那其实这尊重也是恭敬的意思。我们如果能够彼此感恩、尊重、爱，这个人跟人之间有没有很和谐？有哈。那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庄严道场，好，有庄严的道场，哎，与会大众到这里，他的心就因为这样美妙的气氛就收摄了。好，心里静下来一收摄，威仪会不会展现？会呢，所以庄严道场这样的目的，就大家都能够恭敬的求法。好，接着我们知道释弘誓愿的第一个是什么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们有发愿度尽一切众生，一定要不断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那要上求佛道，要起什么心？虔诚敬仰的心，一心归向。好，那我们如果到道场会不会合掌？会，一合掌心是不是就收摄了？那合掌的意思，来，我们一起说：做人行中道，杂念归一心。是的，做人行中道，不杂不执着，那把我们的心静下来，哎，这样子菩萨道就更好走。好，摩诃萨就是大菩萨，不是心发意的菩萨，好，是已经证得到等觉的菩萨。在我们三重园区有一位师兄哦，他碰到师兄师姐都是菩萨摩诃萨，好，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称呼。然后在我们的法华心香，我们的文龙师兄，他称呼我们每一位师兄姐也是某某大菩萨。好，那其实大菩萨是一种勉励跟祝福，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菩萨的行仪。好，一般的众生，我们是从凡夫未来开始发心修行，那我们经历了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几个十？五个，就五十了。然后五十一等觉、五十二妙觉、佛的境界，所以这总共是五十二位阶位的菩萨修行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从凡夫实信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你相信以后安住下来。好，再来呢，安住以后要身体力行、实行，然后要回向，回向法界众生，那之后就实地，这样五个实可以记得吗？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好，一直到等觉、妙觉，五十二位阶。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好，实地，好，我先请问一下哦，我们菩萨们，你觉得做菩萨、做主宰有心罪吗？有，欢喜就是我们的心水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有欢喜就是我们的心水啊。所以菩萨实地的第一地是什么地？欢喜，欢喜地。菩萨实地哦，是跟十波罗蜜来结合。好，那十波罗蜜里面包括六度的六波罗蜜，还有方便、愿、力、智。哦，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渡彼岸的意思，到达彼岸，所以欢喜地配合的是布施波罗蜜，然后持离垢是持戒，发光忍辱，宴会是精进，难胜是禅定，接着就是智慧现前，智慧也是波了，所以第六地是现前地，然后第七远行地，然后第八就八风吹不动，不动地是愿波罗蜜，然后再来善慧地、法云地。好，很好记哦，大家可以用一点心把它记起来。好，好，讲经的人一定要把意念安定，讲解佛法不是在讲过，法师讲经就跟佛亲口的说法，所以要很谨慎的，不能有差错，所以他的意一定要很清很定，那说法具足定力，把精神专注，才可以把累积的智慧展现出来。爱说到红不爱睡哦，这一条不起烦恼，有简单吗？不简单，非常的不简单。所以我们听经的人，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意念安定，要起这个感恩的心，要仔细的纳受。我们去道场听经，听有也要定哦，要静静的坐，要集中精神听。法师说法是用野熏学给我们听，听无是咱无专心，心没有仔细纳受法师的声音，所以这时候要赶快怎样收摄心意。那秀琴哦，就很记得几年前我们是不是都有熏法香？好，咱熏法香，咱可以爱去静思堂。
5:15要坐定啊，那前一天较暗困就会昏沉，会不会？会。那这时候啊，对上人是较歹势，但秀琴的对治方法就是上人说台语，我就翻译成国语。好，对治的方法就是翻译，上人如果是国语，我就翻译成台语。那这样子为了要翻译，会不会专心？会。这个方法觉得很受用，也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咱们现在来看这个不落跟不昧一致的因果。有一个叫懂佛法的老法师，因为他讲错一句话，堕落为狐狸500世。好，他把不昧因果说成不落因果。不昧因果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什么都不用怕，因果你一定爱相信爱坚信。好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绝对有因果的。好，咱再去无食饭，巴肚会枵未？会嘛？吼，这一定有因果。啊，这个不落因果就是讲，拢不受报应诶，这样对吗？不对嘛？吼，所以说不昧因果是至理名言，我们一定要深信因果。吼，好，那《无量易经》的起基者是谁？大家知道吗？好，一起说大庄严菩萨。大庄严菩萨是起基者，我们要感恩大庄严菩萨。然后这里的先礼佛后绕佛是较恭敬的礼，表示身心都皈依佛陀。好，种种供养表露心智，这供养有这么多种的，这个烧散天花就是内心敬重表露在外的一个礼数。弟子绕佛后烧香散佛供养佛，这也是一种恭敬。好，恭敬。那其实佛陀他不需要依靠任何 的供养，只希望大家能来，我们一起说，依佛法教育，奉持实行，辗转教人。这个意思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法入心法入行，都能够自度度人，这个是佛陀最希望的。好，这里的天香、天衣、天璎珞、天无价宝，这都是供品。天无价宝是用较有价值的东西来供养佛。从上空中旋转来下，这是天人恭祝佛要讲大法，所以有这样的瑞相，人心起敬，烧香散花，供养物就从上空中的上方旋转而下。好，有人说你敢有看过上人怎么说？上人说这是一种心灵的境界。好，我们很恭敬，那个境界都出来了。好，那天厨是最上等的食物，加丰富的餐食。好，在我们台北有一家餐厅，它就叫做天厨。我想这间餐厅一定跟佛教缘的。天波器是这细致的碗盘，天百味是百味的丰盛餐食。充满意义的是色香味俱全，见色闻香自然饱足。就是东西这么多，这个给人看给人品，这个香跟色就给人满足。那秀琴就有这种感觉呢。我们每次的那个和气组队联谊，就叫各协力啊，弄出2到3道的菜。好，结果8个协力，哎呦，这样一排起来，是不是有20-30道菜？那每每这个时候，我都深呼吸，然后心里就浮现充满盈溢，见色闻香，自然饱足，感觉自己真有福的。大家有这种经验吗？有没有？我感觉给叫好，那也跟他的天童赶快有的话拍拍手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真的很有福。那有福的人要知福、惜福、再造福。好，天床、天幡、天显盖，这是装饰在佛座前面的东西。天床跟天幡都是吉亚旗帜，那圆形的叫床，那幡是长条旗。好，这个都是装饰。那天显盖是座位上方遮蔽的圆顶，座位上方遮蔽的圆顶。我这样说你可能听不清楚，罗师兄有提供照片，我们来看照片。好，你看旗帜圆形的叫天床，有看到吗？好，然后那个长条旗就是天幡。好，接着是佛座上面遮蔽的圆顶，有没有看到天显盖？这样就比较清楚了。这个是罗师兄提供。好，那天庙乐具处处安置，就是在道场的周围有乐器，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让人一看到就这么欢喜，这么快乐的。然后坐天祭月，娱乐于佛，佛要说大法，天人也来庄严道场，让佛心意欢喜，为我们讲大法。
好，安尼供养的是看咱地主感觉讲，哎，佛陀是能天能天难得的大导师，啊，咱接受了佛法，咱的身心是不是像得到甘露一样的清凉？对嘛，吼，那我们身心得法是佛陀教化所得，所以弟子就起立了感恩恭敬的心。佛教我们不用这样子，可是我们还是要供养。好，供养有三种哦。第一种是利供养，就是去烧香散花，天衣天音落，这个都是利供养。那敬供养就是绕佛礼足，这是非常恭敬的供养。那还有一种是行供养，就是菩萨实行佛的精神。好，亲爱的家人，您觉得这三种哪一种佛陀最喜欢？是的，行供养。好，所以供养以行为最。好，阿兰听经一定要有虔诚恭敬的心，这是敬供养嘛。好，那行供养其实对佛来讲，就是我们物质的供养对佛来讲无加嘛无减。佛陀最希望的就是我们的行为跟心的供养，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法入心。法入行，能够自度度人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接着我们来恭诵这段的经文，请合掌。大哉大悟大圣主，道风德香熏一切，智田情薄绿宁静，意灭世王心一急，永断梦妄思想念，无复诸大因界路。感恩。好，这是对佛陀的礼赞文。还有更深层的意义，就是把佛陀这个圆满成就的极致典范给描述出来，让大众可以领会敬仰而心生效法。秀琴在五年前我动了两次大手术，然后修复的期间在家里把握时间，把无量易经的经文跟偈颂都把它背起来。那请问背起来收获最多的是谁？哎，自己。因为每每起无名的时候，哎，这些字句就会浮现上来。好，举例说明，像奉持诸佛清净戒，乃至思命不毁伤，提醒自己一定要持戒，而且要持清净的戒。好，再来是若人刀杖再来加害，恶口骂怒终不嗔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忍怒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能够忍怒忍耐的人是最坚强的人。好，所以感觉非常的受用，希望大家也能够找时间把它背起来。好，感恩。好，接着我们恭敬聆听上人这段学习佛陀心应宇宙大觉者，应控菩萨请。有地的大角者吼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三界之内啊，称释迦牟尼佛为导师，为世生之父啊，所以呢，他。就是在我们的娑婆世界，他就是我们的导师啦。现在这个时候啊，地球都是不断在毁伤啊，宇宙的大觉者啊，不忍心啊，所以呢，他不断在抚慰了地球，那就是等于呢，在关怀。众生，实际人呐，要有佛心嘛，我们也应该疼惜地球，尊重生命。所以呀，实际人所做的呢，都是宇宙大觉者佛陀呢，他的爱心，我们的心要印着。大觉者的心啊，我们要疼惜大地，我们呢要疼惜众生，还要呢彼此尊重。你我呢都要学习佛陀的大觉悟啊！大哉大悟大圣主，无垢无染无
所着，天人相马调御师，道风德香熏一切。感恩上人的开示。所以地球不断的在毁伤，宇宙大觉者佛陀一切不忍心呢，就抚慰的地球。那抚慰地球的这个动作，就是在关怀众生，慈济人，佛心施治。我们也应该要疼惜地球，尊重生命。我们所做的都是佛陀的爱心。好，我们要学习佛陀的大觉悟，我们应着大觉者的心，疼惜大地，疼惜众生。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彼此尊重。大哉大悟大圣主，这个是赞叹佛陀的大觉悟。大哉就是感叹说这么勇敢的大哉，那悟是理解觉悟。佛陀对处世跟出世的道理，他没有一项不了解不了彻，所以称为什么大悟。大圣主就是圣人，因为没，所以我们是什么欢呼，因为悟，所以佛陀是什么圣人。那凡夫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，圣人是利他利人。如果都没为自己，为众人，为救世人，那就是一个大圣地的大觉悟者。我们的上人就是这样的一位大觉悟者，无垢无染无所着，你说佛陀的心这么清净的，像一面镜子，世间的道理，出世间的话，一大行都知道。这个无垢就是无污染，心如镜照。咱爱学安尼的心，代志做过都爱甲放下，莫让昨天的东西搁染在镜子里面。佛菩萨的智慧是无染嘛，咱心地那没有受烦恼绑住，咱就有智慧没烦恼。那有智慧没烦恼，就有办法度众生。没有加入慈济前的秀琴，心都处在不安中，我常常在后悔，后悔过去那件事做不好，然后又后悔，又担心未来怎么办，哇，心是在不安中。后来加入慈济以后，静思语告诉我们，过去是杂念，未来是妄想，守住当下即是。那也因为能够把握当下，时时放下，日子就过得更清安自在。天人相马调御师，这里说的就是佛陀的教化，这么方法的把这个野性刚强的众生都给调伏。那不但调伏人跟一切生灵，佛也是人天的导师，是天人的调御师。道风德香熏一切，佛陀的道德很崇高，人格清高，有一种一种清净的香气。我们众生呢，我们都熏习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那那点点弄的佛法中，自然我们的品格就会清高。那佛陀影响一切的众生，所以咱用这个道风德香来譬喻佛陀的人格。那我们现在恭敬聆听上人对这段的开示。应控菩萨，请。有一回啊，阿兰伫咧打坐一时，伊忽然间去想到。佛陀讲啊，世间呢有三项的香，那是顺风的时啊，这个香味会来；啊，唔知一个有逆风来的时，伊呢原来会闻到香啊味。是逆风，伊还是同款香。那到底是虾米香啊？那佛陀就讲，咱人呐也要修改，修五改，七十善呐。那会当头做虾米款的代志，都是依戒规而实行。那安尼啦，这道风德香啊。不管呢，是有风无风啦、
或者是顺风逆风啊，这个道风得凶啊，就是最怕人人呢最希望的，对吧？无不都是心爱念法，咱若有法啦，自然都有道；咱若有法有道啦，自然啦，咱的戒香得香啊，自然都会当好飘散啦，在人甲人的中间呢。奉行十善，敬事三宝，孝顺仁慈，道德恩义，不思礼节，四乡礼约，随风逆风，弥不周遭，感恩上人的开示。好，所以有一种香，即使是逆风一样香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能够守五戒，持十善，若如此道风得香，那是上好的，人人最羡慕。那这一种香可以飘散在人与人之间，所以咱五戒，五戒是下面呢，我们一起说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哈，咱两个修五戒，咱两个来人间做人哦，哦，啊，再过来十善，十善是身三口四意三，好，身三口四意三，那我们一起念一次来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欲，不嗔恚，不愚痴，感恩哈、哦，身不要杀盗淫，那口业最重，有四项哦，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，所以人家说嘴巴闭上成佛一半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。哦、那意念里面不要有贪嗔痴，那能够修好这十种善业，哎，咱将来能够生在天上、哦。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日日三好开始做起、哦，每天起床感恩，那感恩之后就是发愿，我今天要一定要日日三好，我要身行好事，我要口说好话，我要心想好意。好，那一天的过程中，我们随时检视自己有没有做到。若人如此，道风得香就离我们越来越近。好，自田勤薄虑宁静，这里的自田勤薄指的是佛陀，佛陀的自是恬静的，一家的事情都放开，以大众的事为重心，他不受世欲所诱引，所以叫做自恬。那情薄就是说佛有情，但是佛的情是以大众的情为情，好，小爱也是爱，大爱也是爱，佛陀把小爱变大爱，让整个世界亮起来。然后这个律宁静，佛陀自律清净，他处事沉着，心都不受动摇，要度什么众生，要做什么事情，集中力量，慎重而不散漫，这就是律宁静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榜样哦。那奶奶做代志，那么爱自心一处，集中力量，要慎重，不散漫，这样的事情就都可以达成。好，意灭是王，心一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讲的都是佛陀的德恨。我们知道五根是哪五根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意就是第六，哦，第六根。然后五尘是什么？色、声、香味触，这是五尘，五根五事对外面的五尘五境。那意刚刚说是五根的总源头，这个意也就是第六事，外面的境界，要听要看要吃要拼，还是要接触种种的感触领受，都是这个意去分别。所以第六根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嘛，哈。啊，这个意也就是脑神经，也可以分别外面的物件，哈。啊，咱佛陀伊就是甲这个意第六识为止，伊都灭了，伊无分别，哈。所以凡夫咱是六识照单全收，起分别。那佛陀这个时候他意灭了，他不受外面的境界打动，哈。所以这里说意灭的意思是这样，哈。那四王，哈，咱起码第六识是意识。意识就是会分别，会去甲想，好看到，咱就甲分别。哎，这咖啡色，这杯灰色，
这是第六识分别。那到第七识就会有执着了，分别以后会有执着，然后说他这个也叫做第七识，也是我执。那我执它代表的是刚刚六是想，第七是思，你也去想，好思考后，你就会起无明，啊，起无明了，你也去走业，啊，不管好的歹的，拢会放在第八识，所以咱第八识是一个常识、夜识，嘛叫做阿赖耶识，哦，慢慢看就会懂了，哈，好，所以第八阿赖耶识也是常识，好的歹的拢收在家，那万般带不走。唯有业随身从这里来带走，所以咱所造作一切业的种子在这里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做好事，咱去修行正果，哎，这个也是第八世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走菩萨道很棒，我们为我们的第八世哈再写好剧本。呵，啊，咱今晚来看这个四王，四王的是讲咱第七世的我执，第八世的法执都去掉啊。因为佛陀嘛，佛陀也经济一定发芽，并且一长这大的球啊，好，所以不需要有第八世来藏，好啊，为今嘛开始，为现在开始，那来磨练那你第八世哦，那来用那你第八世来发挥圣人的力量，好，因为第八世是下面的境界，菩萨，好，然后第九世是下面的境界，佛，好，呵，好，啊，心意急。好，你看佛陀野心一定在极尽诶，没有什么波浪可以打动他。吼，啊，你看咱凡夫，咱来头壳小叮当一下，物件小落去，咱会惊一跳无？会嘛？吼，所以要静如止水，风吹水波不动，你会告诉你境界无简单。吼，好哈，好，那这里我有想到哈，就是说我们之前瓷器风暴的时候。哇，你看那个电视新闻，男人一起供，我们的心都好难过，对不对？好，隔天熏法香的时候，我们来观看上人，上人是如如不动，一样说法，心都没有受影响，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，心已经在极境中。好，第九哈，您不听过阿摩罗哥哇？阿摩罗哥是圣果哈，啊，这个阿摩罗士是佛士哈，完全清净无染浊。好，第七的我执，第八的法执都去掉。好，到佛的境界，在里面发挥这个阿摩罗士。好，所以咱五根眼耳鼻舌身啊，五尘色身香味触，五根缘五尘，好啊，这个境界都走在第六识去啊，第六识就去给分别啊，第七识就给思考的我执啊，驱动去造作啊，去藏在第八识，所以第八识是业识哦。啊，不过咱凡夫敢那停在家呢呀？好，那你怎样讲八识了啊？够第九识，第九识就是跟佛同等的本性，所以相信自己会成佛的，请举手。我们都相信哈，好，感恩，拍拍手哈，我们相信哈，一定会的。好，好，再来哈，万法都是为心来心，那佛陀觉悟的宇宙真理也是由心所生，所以心。心是万法之王，心称为心王。那心沿着外境来生万法，啊，你若无明妄动，哇，八识沿着种种境界，安尼就会造业吧。啊，不过咱今嘛唔是，我们一起念这边来：心若恬静，无为无欲，就是清净本性。缘境转世为智，转恶为善，感恩。所以恬静的心重不重要？好，我们有一颗恬静的心，有一颗无为无欲的心，咱就找到咱的清净本性，好，咱就会转世为智，转恶为善，就会跟大家结好缘。好，好，啊，咱今嘛来复习一下，前五识是什么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那第六识是什么？第六识就是意，哈，意识第六识。那第七识是什么？莫那识，好，第六识意识是分别，第七识莫那识，它就是执着了。好，那第八识是什么？是阿赖耶识。好，第七识我执，第八识是法执，就会有法执。那一直走到第九识是清净识、佛识、阿摩罗识。好，那我们清净的本性出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心王，这样子。好，阿弥，我看清楚不？有哈，无嘛爱讲有，好不好？有不较清楚无？有，感恩哈。好，所以一般人拢感觉个第六识、第七识啊、第八识拢无来用
啊，为今嘛开始，咱来磨练咱的第八识。行菩萨道是最好磨练第八识的时机，因为第八识咱要做菩萨，咱不是干那为咱家己呀，吼。所以咱拿第八识安尼个行，我们就会到佛的境界第九识。好哈，啊，佛的境界是大圆净智，是一切智道种智，一切种智哈。第九识不是凡夫有的，啊，不过不是无，是咱无发现、无发挥哈。咱即马相信啊嘛，相信咱也成佛。所以我们会有第九识的，好哈、啊、我们没有办法追求好、哦、这个清净的佛识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渐渐启发来培养第八识，安尼就较好诶。那意思就是跟咱讲，那一定爱行菩萨道，用这个第八识为公众、为众生、为生灵来做事。意思就是说，小爱也是爱，然后在一起说，大爱也是爱，小爱变大爱。世界亮起来，好吗？好，这样就是让我们的第八识一直增长。好，那接着我要讲一个新闻报道的一个家庭悲剧。好，因为兴起妄念啊，这边讲的吼，就是一个一款教授，这个教授伊嘛是系主任，他是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来。那他太太是一个华侨，也是教授，他们家有四个女儿。那老大当时是18岁，在10岁的时候他就写日记，这个日记一出版，哇，学生们都很喜欢哦，一版再版。然后他们家的老三那时候是14岁，那这个老三就看到爸爸是教授，妈妈也是教授，那姐姐出书又这么轰动，他受家里的人这种那种崇高地位的影响，他读书这么认真呢，啊，他读的是私立中学，私立中学的功课有重吗？很重啊！爸爸给请一个家庭教师，那这个家庭教师就是来教他数学哦。这个私立中学的数学很难，叫那个老师就给他讲，这个不会没关系，因为太难了，不是14岁的孩子能够理解的。可是他不认输哦，他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弄懂。所以这14岁的这个老三，他几乎每天都开夜车在读书。啊，有一天一回去，家里的人在看电视，他觉得很吵，他就把电视关起来。好，那平常爸爸是最疼他，他每天上学坐公车，爸爸都帮他提着包包送他上车啊。那一天他回到家，有没有，他不让家人看电视，好，家人是这么疼他，可他很任性。然后之后他也没有说去洗一下脸啊，休息一下，他马上就到房间里面去读书。爸爸就跟他说，爸爸怕他太累，去跟他睡说去又睡，啊，不过他不爱听，到半暝的时候伊毋是真正啊读，伊敢那咧念，即人上赶快即大声诶，结果爸爸惊伊吵到厝内诶人，嘛惊伊吵到邻居，啊过来甲劝吼，啊即查某囝不但不听，就甲爸爸捶一下，吼、哦，很大力的捶。这父亲被女儿捶的时候，伊无感觉女儿对伊态度不好，赶快静静啊出去，啊这女儿读一读了，趴在桌上睡觉，吼、哦。这位父亲伊是一个较好心诶人。较有涵养的，不过那阵子他身心俱疲，他有去看医生做检查，当晚竟然失去了本性，像在做梦，他拿一条领带勒住女儿的脖子，啊，给勒了之后他又怕他没死，又把他抱去外面拿菜刀给砍，他勒死女儿以后他自己换衣服，拿一个刀给勒死女儿的领带，自己去警察局去投案，啊，投案的时候警察就跟他问说，你是怎样把你的女儿这样弄死去，他说他怕他女儿读书吵到邻居，啊，不过女儿没有听他劝，他才烦的，啊，当时为什么会去勒死女儿他也不知道，啊，后来他说回想起来像在做梦，让他做不得主，让他没办法当自己的主人。他最疼这个女儿，不知道是什么动机去勒死她，他说可能是我叫他去睡，啊，他都不爱，我心烦躁，竟然失去了理智，哦，心烦躁这么可怕哦，哦，有烦恼是没智慧的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世人的妄想，哦，我们有妄想就会去亚公，哦，啊，心里受着外面的境界为缘所造的恶。你看他是一个学者，他要认真研究，还要适应人心，还要应付教学啊，他到底对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，所以心起妄念。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段，来，妄念一发作，自己做不得主，这是凡夫往往失常的地方。
妄念发作，做不得主，所以很可怕啊。我们一定要深信因缘果报，我们过去种的因如果这么强的结合现在的缘，就会造成很多心境上的困扰，所以我们要种好因结好缘很重要哦。好，那如果说像这样子的心境上的困扰一出来，你烦恼魔一起升起来，从内心不断的产生，好，那我们记注语里面告诉我们要起兵讨伐。起兵讨伐就是说我们来去修学佛法，有佛法就有办法来对治心魔的扰乱。好，那你从心话中接触的无不是佛法哦，有意善解。什么叫善解？善解就是事情都要为好去想啦，你如果说事情来你有意去善解就是坏，你如果无意善解，那就是无明烦恼哦。你自己想看看正经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事情都一定要怎样为好去想，爱善解，这样善解你也感觉说、我在学佛路上我又进步了。 好，那正念来的我们的八正道正念来的里面它有五庭心观。如果你比较容易散漫的人，你要用数息观，一二这样慢慢让自己心定下来，因为心平静就是不浪费时间。再来，如果有贪念的人，我们要有不净观，九孔长流不净物，东西有够就好了。再来，多嗔爱生气的人就要有慈悲观。那愚痴众生要有因缘观，是怎样好人都别人给，好孩子都别人生，还是过去的因缘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有因缘观、如果比较障碍，比较有障碍的人要有什么观？念佛观。那秀琴常常用的是数息观跟念佛观。我如果做家事，我都是一阿弥陀佛，二阿弥陀佛、这样心平静，事情做这么快哦、就做完了。如果为我们家要去我们的三重净思堂，我就是走路的时候一阿弥陀佛，二阿弥陀佛，三阿弥陀佛，350句阿弥陀佛就到净思堂门口了。请问我们家里净思堂有远还是近？阿君，我有这么好呢，我这感恩呢，好，真的好感恩，因为很近嘛，到道场很近，真的好感恩。好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要忍，我们刚刚讲一切法得成于忍，我们要经得起身外还有心内的烦恼，都要经得起，因为内外都要堪忍。下面这一句我们一起念来，修身来学佛，培养耐心与耐性。我相信我们在学佛的路上，你一定有感受你自己，你多少有耐心的，多少有耐心，有吗？有，这样给自己拍拍手，都有。好，那你看为什么这个教授也无缘故杀女儿？一点恭喜，一款仇人相见，我看你不顺眼，你看我讨厌，还有可能。可是他最爱的女儿呢？这个是众生妄想所造的业，妄想是多疑的心病。下面多疑，我们有没有听过疑人无智？会怀疑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没有这个怀疑心，是吗？所以很多的事情让他起疑，所以就有妄想。然后这一段我们也一起来念一次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来。烦恼无明很可怕，无常都是在烦恼的那一念间，要时时降服烦恼，好好多用心。真的呢，无常都是在烦恼的那一念间，所以有智慧没烦恼重不重要？这六个字也是我走慈济以来最受用的六个字，有智慧没烦恼。好，接着无复诸大因界路，这无复就是不再有，不再有四大五蕴十八界。那所有四大里面如果加一个空，就是五大。空是没有物质，像空间一样。那一般人都说四大假合，我们身体是不是四大假合？是哦。四大如果调和，我们就健康，如果四大不调，哇，我们就生病衰落。这个四大不只是我们身体的构造，世间一切万物都离不开四大。好，所以地大是跟我们的骨肉这是坚持的东西，是地大。我们身体要有水分，我们眼泪鼻涕有没有血液，这个都是水大。那风大的是呼吸，人不能缺空气哦。
好，然后火大，但身体有温暖的温度，生命就已经下去。好，所以身体是不是四大家和？是哈。好，那佛陀就问弟子：人命在几间？哈啊，第一的弟子的说，在一日间，今天能够活着，今天就有生命。佛陀摇头。那第二位弟子他就回答：在饭时间，好，给你吃饭，给你有性命。佛陀也是摇头。那第三位弟子就回答说：在呼吸间。哇，佛陀就说：善哉善哉，人命在呼吸间。好，那你性命一口气若无，性命就结束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好，好。所以咱怎样讲？坦白讲，坚持是地大，卵子卵气是火大，有水分有湿性是水大，空气是风大。所以其实不管构造任何东西，都是四大地水火风。好，啊，咱今麦来看五蕴，五蕴有人称五蕴。啊，这个应该运动是聚集哈，啊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项聚集哈。咱来看哦，构成人的身甲心，就是这个五蕴哈。啊，你看咱色是物质层面的色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就是咱精神层面的心法。好，所以五蕴构成我们的身色的部分，还有受、想、行、识构成我们心的部分。安尼有较清楚不？哈。好，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自己也，我家师兄跟我讲很多次我才懂呢。哦，真的是现在我都就懂了，大家懂哈。呵啊，所以色是把就看到的形象，好，是长短方圆后拜，好，啊，乃至我们的身躯你看得到的，这就是色。好啊，然后我们有形有色，咱的气魂白都有感受啊。啊，感受有五种，啊，哪五种？我们一起来说：乐受、苦受、喜受、忧受。哈，啊，来顺咱的境哦，这欢喜的这快乐乐受，啊，你咱的境吼，啊，咱的苦受，平平淡淡的中受，哈，啊，这个喜受跟忧受，哎，是安怎？我们来往下看哦。好，喜跟忧，我们是归属在乐跟苦，哈，喜乐喜乐，忧苦忧苦，哈，啊，咱这个快乐跟苦是第六是意去接受的。好，第六是分别嘛，好，然后但是喜跟忧是第七意识，就是莫那识去执着的。好，所以你讲，哎，法喜，像我们哎，有做给咱去做志工，做完了你有够真欢喜的无？迄种法喜，迄就是喜哈。啊，你讲吼，苦本来是过去啊，不过你想起来，你够真生气，伊是安怎安尼讲，伊是安怎来对待我，愈想愈气，啊，这就是忧。啊，这个忧你若歪放下，会得什么症？忧郁症，一定爱哄哈，哦，那过去了，熊您跟咱讲，把握当下，时时放下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到，哦，好，所以应由色，色了后就是色受，哦，啊，你去想，啊，想了后你就行，行就是有这个事，哦，所以第七事去造作是好是坏，都包含在事里面。啊，你事第七事你若起无明，啊，你去行动就会造业，哦，所以要不要照顾好自己的心？要哦，一定要哈，哦。好，那十八戒是六根六尘六识，好，哦，所以六根加六识，再加上六尘，那你起分别领受来作业哈。那，哦，来个看哈，那，哦，六根就是咱六种感官嘛，哈，哦，哪六根？眼，一起说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好，哦，安尼就是六根，哈，哦，啊，六根再加上六尘，六尘是六种对象，好，哦，你看到的。看到的东西，啊，是从色开始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哦，法尘这六尘，然后再来哦，是六识六种作用。你若有目睭，啊，你目睭是无作用的，啊，你这个眼睛有用吗？没有吗？一定要有作用，你看得到，哦，所以六识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好，这加起来就是叫做十八戒。这样对十八戒有较熟悉不？有，哈，好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已了解咱讲的四大五蕴十八戒，哦，佛陀的意识完全脱离这些东西了，所以佛陀是到第九世阿摩罗世清净世，哦，也就是我们的心王清净的本性，哦，好，无复诸大应界入，佛陀是清净的，他不受世间的五蕴
四大、五大、十八界所影响束缚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要结束了，祝福所有的法亲家人一颗心有情有爱，我们一起念来：一双手勤做善事，一辈子欢喜自在。感恩聆听，感恩。